跟你讲哦，剩下四个月哦，做自己就好。我跟他讲说哦，像连胜伦哦，跟我选的时候，他就应该穿阿玛尼，哦，然后假装自己是那个摩根斯丹利的经纪人。那他穿一个围裙去卖猪肝汤，拜托，实在是我这最大败笔，就是做自己就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来不及了。你要在四个月内啊，要去学习新的技术，太困难了。干脆就把自己最擅长的样子摆在，你就是霸气总裁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就跟他讲过，我说不要再绑鞋带跟铁盘子了，你就当霸气总裁，这样就对了。要扮演你最擅长的角色，最成功的角色，这样就好了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